演完翟素佩，女神安娜黎。《基太空战士》节奏剧场广受好评之后，经典的《勇者斗恶龙》系列也要朝向音乐游戏迈进喽。这个《勇者斗恶龙》节奏剧场将经典的 DQ 系列一代到十代的音乐和画面全部都收录在游戏当中，赶快起来看看详细报道吧。Square Enix 游戏又来喽！《基太空战士》节奏剧场广受好评之后，经典的《勇者斗恶龙》也朝向音乐游戏迈进啦。一样由任天堂当红掌机 3DS 独占，本作《勇者斗恶龙》节奏剧场收录了《勇者斗恶龙》系列自任天堂时期的一代到最新时代的音乐及画面。玩家可以边听熟悉的曲子打节奏，一边观赏著名的经典场景，让旧玩家边玩边回忆，新玩家也可以听听游戏玩创意。游戏预定在今年3月26日于 N3DS 上发售，玩家或粉丝们不妨先存钱买游戏来体验感受不同风格的《勇者斗恶龙》吧。